好，那你他怎么知道有六根香蕉呢？但是他就是知道，因为他扫过来他就知道。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，也许这就是 smart Amazon。很好扫。你要来接你的车子吧？啊，好可爱哦！头一次来这里。要放进这部车，就是 Amazon 的购物车。哦，所以他用这个扫描。对，那你放进去，就是 Amazon 那个网络上面那个购物车，就是被他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它也可以，它也可以人工结账啊。行，我绕一圈这样就好了。可是它东西很多哎。东西超多的，好多东西哦。大的一个超市。